我是智深，不修善果。只因当下，官非勾结，恶人当道。山西知府唐大人已经安排好了，晚间计划行事便是。不许说，你要是说了。 这不就结了吗？何必跟官府纠缠不清？你不是想当匪，是想当官？马家今夜便是来朝堵你们下地狱的。对方有罪，你又何尝无辜？我倒要让楚王上见识见识，什么叫土匪。 啊！呀！呀！